病人的血糖和血压都挺高的，已经用了药了。如果降下来就没事了。那这个药什么时候能起作用啊？哦，这个要看病人自身的吸收能力了。病人现在这个年龄吧，应该是一年做一次全面的检查，这样对亲人负责，也对自己负责。一年做一次检查多少钱呢？得1000多块钱吧，花钱买健康嘛，总比病了再治强吧。1000块钱，那么贵。 你不会恨我吧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知道了。我也不知道奶奶会这样啊。没事儿，年纪大了嘛。哎呀，你奶奶得住院呢，医生说啊，得做全面检查。她在那个门诊呢，她不能报销，住院还能外保，80%。 小点声，这都是跟医生求情才能住院，知道吧？就这么定了啊！我来陪床，早饭呢我在边外边随便吃，中饭你来做。杨安和他爸都是由平子倒了都不服的人。他比我还次呢！哎呀，谁都是从不会开始的，火一点就做舍不得了。妈就指望你了，听不听见啊？就这么着。不是妈，你先。 我不会做饭。好，马上到。好吧，那次我们会去参加一下。那我一个人怎么弄啊？老爸，妈让你做饭呢，肯定是没招了的招了。你这样，你每天去超市就买点那个半成品。 然后回家拿过一顿，好吃不好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给它煮熟了。今天是没时间了，你要不就去超市买点那点心饼干啊什么的，记住是不带糖的啊，无糖的，好吗？你就全都喂了我，辛苦了啊！我先送你去超市，走。看海带汤，方便又健康。这怎么做呀？ 放碗里开水，一冲就好。行，哎，谢谢啊。那看来大家的意见都比较统一了啊。从这个战略性、创造性和效益性综合方面来评定的话呢，一组的创意要略微强于二组啊。哎，不过二组也是有特点的，它的创意呢比较简洁明快，这是二组组长王彼得一贯的特点啊。不过综合来看呢，我觉得咱们这个新车的广告创意啊。 还是交给一组刘宇阳这个小组来做，啊？哎，王彼得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大家的意见还算公平，但是我只有一点疑问：一个没车的人，他懂车吗？他了解车吗？他知道客户对车的需求吗？啊？刘宇阳，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？我没什么看法。 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个事实，上回王组长做的那个卫生巾的广告还是相当出色的。咱们呢，这是开会呢啊，没别的想法，咱们还是按照一开始的这个决定来决定啊。说，那个文案组的孙小饶申请一个跟组计划。啊，好啊，二位组长，看看你们谁需要一个文案呢？ 我们组的人手已经够了，况且我们组只吸纳精英，不要用才。刘洋，你呢？好吧，我要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散会。不是。
刘洋，那个，谢谢你哦。去啊！什么跟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快告诉我这毛怎么去啊？你在做饭？童佳倩，你堕落了！你嫁给刘以阳，你什么？不是。喂，喂。喂。我问我妈了。他说拿火一烧就烧掉了，你要不要问问二姨呀？哎，别，你千万别告诉我妈，这事儿不能让我妈知道。他们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怎么没有啊？你以前从来不进厨房的，你现在嫁给刘一阳，一个礼拜你就进厨房，你就去做饭了。我跟你说，女人啊就得腰杆子硬，凭什么你一个人做饭伺候他们一大家子？你童佳倩是在下嫁给他们，他们必须得仰着脖子看你才行。行，我不跟你说，我忙着呢。喂，妈。佳倩呢？你快点啊，奶奶饿了，赶紧送饭来啊。嗯，快好了，快好了啊，别着急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捅大娄子了！快点吧，来医院，赶紧啊！啊！佳倩，你怎么给奶奶买带糖的点心啊？不是我马上去医院啊。你们这做家属的也太大意了，啊！明知道病人有糖尿病，啊，还给病人吃含糖的点心。病人上了年纪，知道不？知道不？还这么不注意？你以为我们大夫都是神仙？这幸亏是在医院，这要在家麻烦大了。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爸，佳倩不是故意。我不知道那点心有糖。奶奶，没事吧？奶奶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妈，没事啊。糖。
涂好了就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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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药涂好了就好了。我要不是死了算了，疼、哎。真的不疼。奶奶说明天还想吃鱼，我上哪弄鱼去啊？她吃了我算了。没事啊，别怕，这不有我呢吗？我老公在呢，啊。有你有什么用啊？你又不会做饭。这干嘛非得会做饭呢？你小时候看过那个《田螺姑娘》的漫画吗？啊，人家农夫只要一睡着，这个田螺就马上变成了田螺姑娘，出来给农夫干活，收拾的妥妥当当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踏踏实实睡你的，只要你一闭眼，田螺姑娘就出来了。骗人！我今天抓了一田螺。骗人！骗什么人？来来来来来，睡，听话啊，睡觉。一睡觉，田螺姑娘就来了。来来来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来，那我可睡了。睡吧睡吧睡吧，田螺姑娘要来啊！田螺姑娘，谢谢你啊，田螺姑娘。来来，睡觉啊，睡觉觉啊，睡觉觉。田螺姑娘要来啊！不碰不碰不碰，老公给你举着啊！田螺姑娘啊，我们都等着你呢啊！你要不来，我们就死定了啊！好吧啊，好，嗯。啊，这哪来的鱼啊？啊，天上掉下来的。啊，天上掉下来的。哦，这个田螺姑娘变性了哈。啊，变成田螺小伙儿。行行，快去看那张纸上面说什么，怎么弄的。这个。嗯，对，来看。鱼去内脏。去鳞片，你哎呀，洗干净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在鱼身上划斜道。斜道？就是切那一刀一刀那斜着切的那个。行，知道。一二三。然后把葱切成段，然后插到那个鱼的斜道里。你这什么呀？弄得跟刺猬一样。这叫艺术品。哪有这样的？你吃过这样的鱼吗？这样入味儿。什么入味？你这个把奶奶吓着。把油热到七分热。七分热。七分热。冒泡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人可以没有知识，但不能没有常识。然后把鱼扔到锅里炸至金黄色。站！盖子在哪儿啊？差不多了。对的，等等等等。炸至什么？炸至金黄色。金黄色。金黄色啊！等着，一打开就满锅尽是黄金鱼啊！来啊，看看。哇，这什么味儿啊？养活了？不是，别！好烦啊！拿个铲子去。你赶紧的，不是。怎么办啊？鸿运楼。这是您的菜。好，谢谢。老公，你真能行吗？死马当活马医吧，走。妈，来，看尝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好
我这奶奶高兴了。哎，你们俩还没吃饭吧？没呀，快回去，回去吃饭去。那我们真走了啊。行，那我们完了事再回来看您啊。奶奶，你慢吃啊。你这样多吃点嘛，多吃点，多吃，快多吃。这鱼还闻着真香啊，是吗？来来来，来尝尝尝尝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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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这姑娘心灵手巧，看着就是个好媳妇儿。对对对。哎，我听说她怀孕了。您这孙子媳妇儿啊，天庭饱满，这人中啊平直，准给您生个大胖小子。你还会相面呀？哎呦，早些年啊，我们顺义城里的媳妇儿啊，怀孩子都找我，嘿，我一瞅一个准儿，没跑。啊，行行，快给大妈煎菜来。阿姨，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多吃点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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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我们佳倩，真是个男孩。没错，错的只管找我啊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让您给您高兴的乐的。这要真借您的吉言啊。那是那是，我就是死了，也瞑目了。哎妈。瞧您说的，妈说的有错吗？你们刘家四代单传，到了洋洋这一辈儿，要是断了香火，哎，我怎么去见你爸呀？你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快多吃两口吧。小点声，公共场合你干嘛呀？夸我两句，足智多谋的我啊！哥，你这心头教化教化你哥。说什么？不给报了，停停停！干嘛呀？伤了孩子在。天无绝人之路吧？我就说老天爷可怜我童家倩，让我绝处逢生。哎哎哎哎哎！冲这儿拜，这儿拜。拜你干嘛呀？要拜又要拜，红玉楼，谢谢红玉楼，谢谢。性病，自己回家好好调理调理，注意一下。这老住在医院也不是个办法，对对吧？嗯。哎，我这以为还得多住两天呢，那么快就出院了。现在住院，尤其是老人，在后院排着队呢，特别紧张那床位。咱妈该检查也都检查完了，没事儿。再住不就浪费了吗？哎呦，忘了给佳倩说，今儿别给咱送饭了。哎，洋洋，赶紧给佳倩打个电话啊！啊，我正打着呢，估计是做饭没听见。啊。哎呦，把我憋死了！我今天可不容易出院了。哎呀，回家我真高兴，是吗？高兴死了。那可不是吗？哎呦，医院烦也烦死了。就是，住在那儿一天闷的，简直就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哎哎哎，啊，哎，这是买什么去呀？奶奶饭吗？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奶奶提前出院了。这个。
张倩是觉得说奶奶在医院肯定那个吃的不好，然后那个说回家改善改善，对，是吧？佳倩给我发信息是这么说的，是吧？哎呀，花那钱干什么呀？赶紧走呀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心，我知道好心，是花钱。这花钱花的应该啊。哎呀，回家喽！哎呀，还是自己家好啊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这狗窝哦。哎，哎呦，不坐下了，嗯，真不错。哎，小倩，把那个剩菜剩饭给我。哦，奶奶，我帮你解了一下。好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啊啊！妈，你别着急，那个佳倩每天光顾着做饭，她来不及收拾，我懒没帮她，所以你别放别动。临走之前我买的一桶满桶的油啊，天天炸油条啊，就剩这么点了，你瞅瞅啊，你瞅瞅这油啊，锅漏了，我锅底儿漏了，你瞅瞅，水池子裂了。又骚又臭的，你瞅，哎呀，我的天，那怎么这样啊？你瞅瞅，哎呀，这条鱼啊，这么大条鱼，这得多少钱呢？这不糟蹋吗？哎呀，天哪，还带血的，我天哪！哎呀妈，你就别着急，这你别弄了，你这条鱼是第一次做，就没做好糊了，这也不敢给奶奶吃了。红霞，别埋怨了，待会儿收拾收拾就得了啊。洋洋啊，给你妈好好帮个忙啊！是，不用她，我自己就是。哎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，我饿了。妈呀，你怎么老护着？你刚才护成什么样了、啊？都，我怎么是护着他们呀？这你让孩子们做饭，他们哪会呀？是不是？再说呢，我这住这几天院，孩子们给我弄点好吃的，花点钱，怎么，你不舍得了？啊！哎，奶奶，这觉悟，人这住院就得吃好的。奶奶，嗯，这几天啊，其实都是佳倩的主意。佳倩啊，关键是怕自己做的不好吃，每天在鸿运楼给您订好，然后叮嘱后厨不放糖，少放油。哎，这都是佳倩的主意，你多懂事儿，你说这多懂事，多好啊！一二三四。住了四天院，就等于是吃了四天的馆子。你说说，佳倩呢？我不是说你，你说你跟杨艳已经结婚了，你得学会过日子，是不是？你要不会，你跟妈说，这四天呢，早晨起来，晚上白天黑的陪着你奶奶，不就为了省着钱？我省着钱，全让都让你给糟蹋尽了，全让你糟蹋尽了。你说说，啊？这。都是我自己的钱。什么你自己我自己的？家里人还分这个吗？还分彼此吗？你行，什么大不了的？这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吃什么饭呢？吃你个头啊！你们吃吧，你们全吃吧。以后我再不吃了，气死了，我都气死了。这没事，我跟你说，没事，孩子，没事，你妈呀。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他心里没事，待会儿啊给他说几句好话就行了啊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不哭了，咱吃吧，吃。那菜你们放心吃吧。我叮嘱他们了，让他们少放油，不放糖。行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了，我的宝贝儿。来，洋洋，你再收拾啊。好了，吃饭喽。行，那我们先吃。吃饭喽。行了啊，差不多就得了。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？你们四个人什么意思？这么快就领成有声了？这怎么说话？我怎么就四个人了呢？怎么就不是四个人呢？哎，我就不明白，我当了大半辈子老妈子，
怎么竟然家里进了个小丫头，就全都看不上我了？这没人看不上你呀、啊！你妈，还有你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年的儿子，你小点声行不行？怎么着，我在家里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？没人不让你说话。真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伺候你们小，伺候你们老，怎么着我都成了攻击的目标了？你说太可笑了。谁攻击你了？刘明，你变得可真够快的。你这笑话了，我变什么了？我这刘明啊，刘明啊，我本以为咱们家多了口人吧，你能跟我站在一块儿，可是没想到现在你火着跟我一起作对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哪句话说的不在理儿？你要觉得我管得多，以后你管呢，别整天到晚的让我当坏人。哎呀，谁都没说你错。那谁说你什么了？妈，睡了。妈，您别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本来早就想交代这事儿了，可是我看你们都吃的挺香的，我这话到嘴边我就又咽回去了。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。妈，你看这佳倩，一听说你没吃饭，屁颠屁颠跑出去给你弄这打卤面。嗯，您赶快趁热吃两口，啊，来，这是醋、老干妈都给您，来。妈，我给您搁这儿了啊，您赶紧趁热吃一口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洋洋，那个佳倩，你们俩呀、啊，得理解你妈，是吧？对，你看你妈这么多年操着这个家，她也不容易，是，她又那么有经验，对，这是不希望你们大手大脚过日子。对，嗯，再说这天天下馆子，她也不健康。是。行，完了，没事，回去吧。啊，行。妈，那趁热吃两口，佳倩刚气喘吁吁给你跑出去买的。妈，您赶紧吃啊。是。嗯，你要想吃什么，您再告诉我啊。我们做啊，行了。这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哎呀，我的大领导，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该吃饭也得吃饭。人不吃饭，到时候饿坏了，你什么也干不了啊。我也没说我不吃啊。再给我煮一碗去，我饿死了。好，大爷，行，好，我再给你煮一碗去。啊！我花我的钱，我碍上你妈什么事儿了？再说了，我早就说我不会做饭，我不会做饭，她非让我做，那我做的饭她能吃吗？我这不是没办法，我才买的蛋糕啊。这蛋糕里有糖，我又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好心好意的请大家吃馆子，我还有错了？是，这件事确实是委屈你了啊，那个辛苦你了。我就是辛苦，我天天得去餐馆，我盯着人家要少放油不放糖。对，我容易吗？我把饭端到他们嘴边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就不说我呢？是，你说的是。你别敷衍我啊！我这才嫁到你们家几天呀？你妈就这么对我，我这以后还怎么过呀？我没敷衍你这事儿。我妈呢，就是节省惯了，说不起来。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呀？非让我做饭，那我做完饭他们不吃，不是更浪费吗？就算吃了，到时候拉肚子上医院，这不得花钱呀？你妈说她什么熬根守夜的省那点钱，那省那点钱也没装我包里呀。刘艳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委屈都已经到这儿了，我今天必须得好好浪费浪费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浪费？我老婆出门，那能叫浪费吗？啊！不差钱儿啊，不差钱儿。来，老婆拿着，卡钱全在这儿了，随便招呼。真的？走。这个靠谱啊？靠谱吧？走了。老婆，哎，买好了。啊，买好了。又买什么了？你看。呀，围巾，好看。你看。你把这个装起来。行，把这装起来。我们去下一家。下一家。走。
好你这，妈这多麻烦呢，顾不上啊，哎，解闷儿呢。妈，你说这眼睛，你说它得秀。那边来，那边。啊，我来了。来人了，你快去看看谁。哎呦，亲家来了！哎，胡霞，亲家来了，快点，里边坐，里边坐。好嘞，没想到吧？哎呀，太巧了，亲家。哎，阿姨好，哎，给您买的东西啊。快坐，快坐，买东西，别放这儿。哎呀，胡霞，你跟他们聊啊，我给你们弄点水喝。哎呦，别忙了。好好好，哎，谢谢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一家人了吗？来串个门儿。对对对，串个门儿。哟，这做什么呢？这活儿真好啊，真细呀！哟，孩子做双棉鞋，哎呦，真漂亮，是是好看着。可是现在没有人穿这种鞋了，这稀罕物，我不管。嗯，这是我的心意嘛。对，再说呢，这个总比在外边买的暖和结实吧？是。那个佳倩他们怎么没在啊？吃完中饭，俩人就出去了。啊，出去去哪儿了呀？不知道。不会去咱们那儿了吧？哎呦，又难说，他也许想我们了，就回我们那儿去走两岔去了。你快打个电话问问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打个电话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，你说，嗯。喂，爸。啊，你跟我妈去刘一阳家了。嗯，行，那我们马上回来。哎，啊，别玩了，我爸妈去你们家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我爸肯定是知道我在你们家受苦受难来搭救我的。不可能吧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怎么不能？快点，快点回去了啊！快快快，马上就完了！快快下来下来，也别蹦了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快快帮我把这本书去买了。你不能玩啊！帮我拿着包，拿着包。不是你不能玩啊！我怎么不能玩？不是关键，你不能玩，你不可以玩。怀着孕呢。我可以吗？你看，买书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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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啊！不是你，哎呀。你快点！哎，你慢点。你快点！我跟你说事儿了，你慢点。你快点！在你们家主场，你还怕见我妈呀？我不是怕见你妈，我是说这大大包小包回去，我妈又该说你了。这怕什么的？我今天还把名话就告诉她了。我童家倩，我就这样，怎么的？我求求你了，小祖宗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哎呀，我今天我就是一鼓作气，我得彻底打一翻身仗。不是这么回事儿，现在安定团结和谐的日子挺好，你怎么就不过了呢？哎呀，你慢点，你妈来吧。啊，妈，爸。哎呦，爸，你回来了。刘洋，你这都结了婚人了，你看这帽子戴的什么样子？妈，这帽子现在流行，什么流行？你给弄的吧？真是的，像小丑似的。爸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不想我们，我们还不能来看看你呀？谁说我不想你们了？可想哦，可想了。哎，这都买的什么呀？这一堆呀？啊，我跟刘洋逛了一天，买了一堆的东西。哦，都谁的东西啊？我的。这是打折的。打折的全是便宜，不还有新款的，好多都是新款。我跟你讲，那是我们这宝贝儿就是爱穿呢，不是人也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这我们就省吃俭用，都得紧着他给他买好看的。家里的衣服都搁不下了。是啊，哎，洋洋，带你爸你妈出去吃饭去吧。我跟你爸、你奶奶，我们仨就对付了。啊，别，咱一块儿去，人多了热闹，要不不合适。要你听我说，你们难得来一次，那看闺女，我们中午剩。一大堆，你不吃是不可惜浪费。反正剩也是剩，你们不行，不行，那天你们好好聊聊。对，洋洋，听妈话，多点点好菜啊。刘洋，你这合适吗？你说。哎，你，那要听我妈的吧。行，那就尊敬不如从命了，那就。就这样啊，行，就这样，再见。行，那我们改天咱们再一块儿。哎，行，好，哎，来啊，来啊，亲家，就常来啊。哎，这漂亮衣服，哎，奶奶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慢走。哎，好嘞，来，我们先过去。哎，好，去。
行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妈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多少钱呢？你看，这又买这么一大堆，你看这么一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买就买了，别生气了。什么叫买了就买了？那不是钱的买就买。哎，你说这，你瞅瞅。别生气了，这多少钱？就是打折也得。年轻人现在就这样。怎么样，小伙子？结婚前和结婚以后有什么区别啊？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区别。哦，就是看着您二位不紧张了。真不听话。佳倩呢？你俩觉得怎么样？习惯不习惯呢？嗯，还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啊？习惯就是习惯，不习惯就是不习惯。怎么叫还行啊？嗯，就凑合呗。你看看。你看，这在我听来那就是不习惯。哎呀，刘一阳啊，你都知道你们结婚前我对你们的担心，我可不希望我那些预言都变成现实。哎呀，可是你说这事实就是如此啊？你说那是什么？可不是吗？你说家里就那么大点个地方，你说平均下来一个人得多大个地儿啊？所以说呀，我还是想跟你们商量，回来住好不好？不是妈，我开玩笑，你听不出来啊？不是，他们家对我特别好，他妈每天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的给我做，从来不带重样的。哦，不像你啊，一忙起来就没，经常让我跟我爸吃泡面，是不是？嗯，几次。我现在这情况，跟着你不合适，是不是刘洋？啊，那这我们全家都特别疼佳倩，特别好，尤其是奶奶特别喜欢。嗯，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个杨啊，佳倩呢不是特别懂事儿，回去跟你爸你妈说，让他们多担待点啊。我问你，佳倩怎么不懂事了？担待什么呀？你这老说这个，你这多逗啊你啊！妈说的对，佳倩特别懂事儿，在我们家，我现在我们全家都特离不开她都。就是你说这样的孩子上哪儿找去啊？是，爸爸那。真是太客气，这怎么瞎谦虚？你这特别谦虚，你谦什么？你这样的孩子，你上哪儿找去？你啊，哎，行了，还有这样哎，服务员，点菜吧。感谢了。嗯。哎，我说，别待会儿啊，把那屋里东西给人收拾收拾，太占地了。我可不敢动，一件儿就好几百，万一弄坏了赔不起。你就是放到屋里，让他们自己归着。嗯，我不敢动。烧手，我怕。爸妈、奶奶。哟，你们吃完了？妈，嗯，上楼给你打包点东西。刘明儿，刘明儿，干嘛呀？过来。哎，你说他们今天用啊花了多少钱？那松鼠鱼动都没动。你看这些菜，你看，咱们四个人要这么多菜，能吃得了吗？那人家也没浪费，这不打包回来了吗？说是随便吃的，这可真够随便的了，是吧？人家是来看女儿的，这吃顿饭是应该的，又没花你钱。我儿子钱不是我的钱呐。人家杨洋勤劳，站干的丈母娘吃顿饭，啊，那不应该啊。不是你这少说两句吧你。哎，把杨洋叫过来。不是，干嘛呀、啊、你？吃都吃了，花都花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干嘛，我想问问他这顿饭花了多少钱，不行啊。你非贴着堵干嘛呀、啊、你？告诉你，这顿饭。要是佳倩他爸他妈花的我不心疼，可我们家娘娘花我就心疼。那他怎么不请我们吃大餐呢？人家不叫你了吗？那你不去呀、啊？你快点吧，叫娘娘去。我不叫，我过来。哎，你看你这，娘娘，啊，来，嘛呀这是？我问你啊，这顿饭花了多少钱？我哪知道啊？谁结的账？我连多少钱都不知道，我哪知道谁结的账啊？我要去结的时候，不知道他爹还是他妈把账都结完了。那行了，我知道，去吧你。
就这事儿啊？对啊。哎，睡了吧？不睡了？嗯。那我先睡了啊。哎，怎么睡了呀？老婆，先走一步。嗯，不行，我还不困呢，你陪我聊会天嘛。我困了。你对我说我困了。哎，对，我想起事儿。嗯。回头要是我妈问你今天晚上这顿饭是谁请的，你就说是你爸。为什么呀？